妈妈好，还有快乐的啊一些音乐等等。另外呢，还有跳绳操哦。哇，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精彩的表演，欢迎我们中科国小的小朋友。知不知道中科国小在哪里？在这个布置的时候告诉你，中科国小在哪里知道吗？知道东势国中前面那条路吗？哎，你就车子一直开一直开往继续开，哎，开没多久就看到中科国小，但是不是中科国小哦，这两个学校常常被搞混在一起哦。中科是在石角那边，要往大雪山的路上，所以啊这不一样哦。好，那中科国小小而美哦，哎，我们严福南校长在哪里？严校长，哎，跟大家挥手一下好吗？哎，掌声哈，谢谢我们严校长。好，第一首带来的是《采茶歌》。啊，你可以看到那些小朋友，你们放轻松一点，没关系哈，要不然你们都是抖音，知道吗？抖拿出来就变抖音了哦，哎，很不简单，因为在学校里面哈，哎，平常时啊，关于书包啊、打裤中啊要，其他时间呢，练习练来补起啊。小朋友呢的学习力很好，只要大人来教导他们，他们都会拉得非常的好。我们待会来一起欣赏哦。现场还要再收音一下哈。来自一个三好品德三好的学校中科国小的表演，来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
那个中正国小小朋友刚刚用那种有点哀哀怨怨的琴声拉出对妈妈的倾诉，事实上只有妈妈好。接下来，就是一个很欢乐的音乐哦，来的。